有一个很宠妹妹的哥哥是什么体验？回来，下雨出去干嘛？快回来！大家关注这么久了，都知道我经常带瑶瑶去外婆家玩。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瑶瑶很喜欢哥哥姐姐。因为峰哥家那边没有和瑶瑶同龄大的小朋友，都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玩。到了外婆家，和哥哥姐姐每天玩的都很开心。果果喊我，果果，果果，果果，上车，果果去。瑶瑶不肯穿衣服，哥哥在后面追着跑着给她穿。摔倒了，哥哥也会把妹妹抱起来擦衣服，还会给妹妹穿鞋子，有好吃的也会分享给妹妹们。咦，你这个是哪来的？我也在那里拿的。他居然不给我吃，最近车厘子还蛮贵的，买了那么多啊，下血本了，峰哥。我这不是刚卖了我的旧手机吗？给大家强烈推荐卷卷 APP， 他们家回收手机价格是真心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净，而且很方便，就像点外卖一样，网上下个单就有人来收。平板、笔记本、耳机和手表全都收，大家赶紧去试试吧。嗯，吉祥物，吉祥物，爸爸，妈妈总是对我说。爸爸妈妈。